了，他没有那么有心，他有讲那个赖礼券发出，对，没错，赖星巴克，而且还送最便宜，最便宜多少你知道吗？120。120不错啦，他送我120的那个星巴克新冰乐，没错，我就是要送你我新冰乐礼券，没错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欢迎的就是我们中兴高中新冰乐带来的表演《名侦探柯南》，来我们掌声加尖叫。